年48岁嘅萱萱出道以嚟都恋情多多，而佢男朋友都无分国籍贯穿中西，可惜段段恋情都未能够开花结果。而前排佢接受访问嘅时候，都表示话虽然享受而家单身嘅生活，但亦都希望可以揾到一个啱倾啱讲嘅真命天子啊！而呢日下昼大概4点几，戴住太阳眼镜、一身 casual 打扮嘅萱萱就独自现身铜锣湾，佢手上面戴住水晶链，急急脚咁行咗去一间佛具店。而店入面就有唔少风水摆设，门口亦都挂住唔同大小嘅葫芦。萱萱入咗去佛具店之后，就喺手袋入面拎住一本记事簿查阅，而期间亦都向身边嘅店员询问。一心谂住大摆风水阵吹旺运程嘅佢，好认真咁喺铺头入面左拣右拣，仲踎低埋咁拣心头号。而期间佢又拎住一个水晶球嚟研究，仲向店员问道笃，然后转个头又去睇啲吹旺姻缘嘅粉红水晶。逗留咗半个几钟，佢就买咗一大盒心水摆设离开啦。沿途见佢好小心翼翼咁亲手捧住个战利品，之后萱萱又去咗附近嘅凉果店买嘢，仲一路讲电话一路抄手袋，手忙脚乱咁。再去咗饼铺买西饼之后，佢先至去咗附近停车场拎车走人咋。唔知你系咪真系咁心急想搵个盘？不过都祝你快啲搵到你嘅真命天子啊！